老头儿，放左上角了啊。Morning 的后 ，Morning，Morning，Morning， Good morning。三星老头全体复活，那无法做到一 v 九啊，他只能配合队友行。除了万豪，我觉得万豪跟凯隐，其他的升三没啥意义，都不厉害呢。二星的瞎子跟三星的瞎子其实都一个意思，都是。我这上来给了我个火炮，火炮无尽蓝 buff， 永恩，对永恩，还有永恩，永恩也不行啊。正在觅食，包女先拿着，天神的猴先放那儿吧，先不要了。给了我一个火炮 ，EZ 也不厉害，就没有办法做到那种一 v 九，不算那么很厉害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说这拉克斯。我撇不撇？哎呀，拉克斯啊！我先拿个大树。来把福星，福星一看就有点垃圾。福星一瞅就不是啥好厉害的玩意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子明显咱就是月神了，嗯。我这也没啥羁绊呢，我这一瞅啊，整装待发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样应该能行。我整个小积木，给他致盲，哎，这不月神了吗？决斗大师也行，神射手狠不狠呢？没玩过。没有玩过神射手，开竞彩开不了，没法开。预言开不了，这有家三国。有些兄弟肯定要问了，哎呀，为啥开不了啊？因为这是水友一起玩的，省着老友这个老友人整个这个，就是老友人整分歧，你知道吗？
先不要。先让厄斐琉斯上场。我这一胜一负，金基本固了。哎呦，我这神装了，兄弟们！这我拿个啥呢？我这神装厄斐琉斯没了，我都不知道拿个啥。我拿个魔抗吧，要不，他不飓风好一点？我拿个魔抗。上回我弄个火炮不好用，你们觉得厄斐琉斯的神装应该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福星了，小福星了。福星，每赢下一场比赛给一个。我要福星，我得五营口才能上得去。别要了吧，这不能要了。我福星有仨了，我有肯定是有了。要阿卡丽。来陪我玩玩。福星什么效果啊？等会儿啊。福星就是打赢一场战斗以后，就可以给你来一个那个，我这给你飓风得了呀！我说，飓风回蓝还能快点。打赢一场战斗会给你来一个小法球。有可能里边是钱，隔的时间越长奖励越丰厚，你如果最后再给他打出来，有可能给你个橙装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可能是，明白了吧？能理解不？把理解发在公屏上。大部分给的都是钱，你等一等再开，应该都是装备了吧，就能了吧。哎呦，两块，给个大剑吧，不会是铲子吧，我的妈呀，铲子能和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还是四个人，
应该能赢，没事儿，我这月神挺猛的，应该能赢。我把这个放后边，有可能这波要遇到那个刺客了，那家的，我把它放后边点。放了个猩红，猩红也没用，只要把滑板鞋一杀，游戏就结束。我这厄斐琉斯只要死不了，我就这就是无敌的。你瞅瞅这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虚区。我觉得厄斐琉斯的神装应该是饮血剑，夜影没用 ，nice。厄斐琉斯的神装应该是羊刀、青龙刀加饮血剑。四月神有个屁用，不要四月神呢。哎呀，这波是有点够呛了，就慢慢用力气递呗。关键我不上，没东西上啊，我上啥呀？现在我没有东西往上上啊，我皎月上不上都一样啊。有就拿着呗。哎呦，上个弩弩吧。哎呀，现在确实得上营口哈，上营口我们二星的概率就会高一点。我们留钱上营口吧，这底下这几个月神咱先不要了就。这没有必要要了这几个。哎呦我操，我两个月神塞拉斯加上厄斐琉斯双丝，我们双丝组合。哎呀，上营口在地，先来个魔抗。这也没东西拿呀，拿攻速吧。哎呀，刚才努努没拿哈，这么地儿吧。努努，咱们上斗士月神，一会儿加点烈焰就可以了。哎，对了，可以给狼人装备哈，狼人又既斗士又烈焰的。这厄斐琉斯啥时候能升到二啊？这，哎呦我操！
哎，正好给狼人上个泰坦嘛，这不可以升了就行。一地地一下，然后给我来个猎人。武斗死了，三星了。正常俩斗士就够用，剩下全走的。四斗士也行，我们万豪努努，这个狼人加上那个塞拉斯，为什么三星呢？因为我们月神羁绊啊，月神羁绊可以升星。自动升一级，给个大剑吧，再给个魔抗着，又给个铲子。哎，这铲子行啊。我现在就有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是地还是升级？这地不出来就有点麻烦了呢。哎呦我操，终于递出来个猎人，可不容易啊。我直接合自言自立吧。和自言自立上个猎人，我们还需要一个狼人。其实我现在上个狼人是最好的，我就直接就再上个狼人就完了。你好。我好，你好，他也好。现在就差个狼人，把狼人放上去，五斗士再升一级，六斗士。我这地这么半天，厄斐琉斯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歇吧，歇吧了。下波咱们拿魔抗啊，一定得拿魔抗啊，拿魔抗啊！下波我要魔抗，听见没？哎，我们要拿魔抗。这全是这塞拉斯，我的妈呀！简直了。
四斗士，上个狼人，五斗士，四猎人。哎呦我操！上个狼人，五斗士，四猎人。再上个，最后再上个那谁，再上个万豪就完事了。这也没啥拿的呀，这随缘吧，你俩谁乐意来谁来，我不拿了，随缘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拉倒，我也不强求，好吧，谁乐意来谁来，好吧。我把厄斐琉斯，不是厄斐琉斯，我把塞拉斯给递上去，我就不递了。这不五十层泰坦了吗？这不无敌了吗？这狼人，狼人这不无敌了吗？我们直接升了吧，这厄斐琉斯升不上去了，绝对的升不上去了。他一个都没有啊，关键是他要有还行，我们直接升级吧。上个四猎人，拉巴，哎，拉巴，拉巴，找一个那个，找一个劲夫，谢谢，好吃的红烧土豆炖牛肉。我挠的，啊，呀，这猩红之月马上聚集了，猩红不能赌，猩红别赌，你看这个你眼馋不？你看这老头你眼馋不？哈哈，我有一个老头，呀，福星，三国福星。但我不想要老头，我想要个劲夫。给个魔抗，女神之力都可以。日炎狼人，来个日炎的狼人怎么样？
忍者刺儿。狼人给我挠，狼人挠挠挠挠，哎呀，这狼人呢，一星的狼人果然还是太垃圾了，不行啊，干不过这刺客。四刺儿四忍，你可是终于是删了，你可真是不容易啊！我们得拉八，这得拉八在地。这厄斐琉斯咋一张都没有呢？这不太现实，不太科学呀。原初即可，沃里克获得175%攻击速度，50%生命偷取，并且移动是特别的快，持续到战斗为止。在这个状态下参与了仪器击杀就会嚎叫。狼人得先挠一下，上来挠狼人得先有蓝挠一下，狼人啥也没干死了。这狼人也不行了，这没事，这波肯定能赢，他跟我们比后排虚区他肯定是比不过。我留个老头挺恶心的，不是恶心，我要进夫，我留老头没毛病啊，我让他别给我刷了，这没毛病吧，没毛病。卡自己经济，哪里卡经济了？没有卡经济啊。我专干这三国。这个版本拿了就会一直刷，是吗？哦，那我不要了。蓝 buff。羊刀啊，羊刀，哎呀，这你都信吗？那我没办法呀，那你们说我就信呗，那咋整？你说，那既然你想骗我，我也没办法，你说是不是？狼人稍微的往后一点点，那水友要骗我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杀努努，完了，我厄斐琉斯没了。关键这狼人也太垃圾了，这狼人，哎呀，狼人，狼人的装备好像不太厉害，
不是那么很给力。进夫呢？你管着给个狼人也行啊，是不是？进夫没有，拿胃来凑吧。这咋啥都没有呢？连个屁都没有啊！差个狼人升二，狼人不升二，我们不行，我们有点弟弟。看看人家，那人家狼人二了呀，那能一样吗？那狼人二不二，我跟你说，老大区别了。差不少呢。哎呦我操，还整个鬼叔石头人儿。再给塞拉斯吧。那如果我们拿了他就一直来的话，我就不拿英雄不就完了吗？我无敌了，我决定把大树撇了。这回可是确实的无敌了，狼人一旦升到了二星，那就不一样了呢。给我挠！我这狼人咋老吃控制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啊？这底下给我三个瑞文，我的天！你给我来三个寒冰。给个禁夫啥的，没有。你要有天神羁绊才厉害。确定啊？那我给你上一个天神不就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？我给你个天神。对不对？我一会儿把豆子再下一个，我把那蛤蟆下了。六豆子，我看挺猛的。三星千九，有没有五费天神？有瞎的，哎，我靠！哎呀，五猎人上不了，五猎人没猎人羁绊，那能行吗？这？
寒冰如果能升，我决定把装备都给寒冰，我试试这寒冰猛不猛。狼人呢？狼人就没动过，这狼人为什么不动啊？我的狼人呢？哎，真的，人家这狼人就打不死啊！俺们家这狼人就不动弹，不知道因为啥，不要了，撇了。我正好拿个禁符，让禁符先开大，早点大出来。26滴血应该能等到我们寒冰三吧，差不多，稍微攒点钱啊。哎呦，这卡特。禁符开始了啊！把他撇了，来一个三星寒冰。攒攒钱啊，再输一轮，然后我们给他换了。上一轮打的他，这轮应该是打他。把这位置换一换，千九还是放中间，寒冰稍微往前放一点，小胖子右边，塞拉斯禁符左边可以。这个站位不错啊，懒脸憨，这个站位简直是有点无敌呀！打的居然不是他，怎么还打这家呢？没事，我们的后排虚区是够的。这后排太猛了，这后排。这个兄弟连我的幻象都没打过，想想吧，我50块钱能不能递出来个三星寒冰？我只差三个，50块钱能递出来不？50块钱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吧？我觉得。不能，那50块钱加个逆扣总能了吧？你还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哦哟，别的咱不要，咱只要寒冰。有些兄弟说呀，现在你越拿呀。你现在你越拿他越来，所以我们就不拿了啊。这怎么连个屁都没有呀，我操，完了，禁符还没拿了，哎呀我吐了，哇
这波站位其实没站好，我们厄斐琉斯让人切死，50块钱递出来了一个，50块钱递出来了一个，这就是云顶之弈啊！50块钱给我递出来一个，其实能不能赢？能赢，你知道吧？站位我没换，哎呀，站位我没换，这个水友叫什么名？要不看看啊？好啊，来再来一把啊！咱们重开一把。